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 Grand Vacation Club 希尔顿哈，就是希尔顿这个整个都是它的这个Valley 哈，这个叫希尔顿 Valley 哈。然后这个是 Logging Tower 哈 ，Logging Tower， 它这里有十几个 Tower 哈，然后形成这个希尔顿 Valley 哈，好大哦，看没，好漂亮。来，我们把这周围环境看一下，看这儿，全是天美，好漂亮。然后高级酒店哈，然后这里每天晚上都是歌舞升平的哈，每天晚上都是表演，你看没有？在那买票进去，坐到他的位置上，然后他提供酒水吃的，然后那儿表演那个波西米亚的那个舞蹈哈，看没？这是小姐，好漂亮。哎，就当时表演舞蹈，你看没有？哎，他们这上面还有这个纹身什么的，哦，看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花，看。然后那边就已经开始在表演了，一直要表演了晚上，嗯，看，这是他的 hotel， 你看没有？这个图啊，我们现在这里，它整个一大片，十几个这个 tower 啊，连到一起，啊。看看这周围环境，哇，太好了 ，so beautiful。他现在就开始进场了哈，入场，一直到晚上，要天黑都在这儿表演啊，舞蹈，哎，哇，他们在那排队要给他画一个，画了身上画个花，纹身还是什么？哎，他们当地的人下面都是纹身的。哎，你喜欢的话就在排队。嗯，我这里吃的，哇，哎呀，什么都有。嗯，那舞台下面已经开始来表演了。哎，唱歌跳舞啊，就表现他们这个岛上的夏威夷这个岛上哈，波西米亚啊的那个舞蹈。嗯，你如果在他波西米亚岛上去那个地方去参观的话，买那个票，光看那个舞蹈啊。就是85块钱一张票，一个人呢、啊。嗯，所以你住了这个高级酒店，这个高级酒店的话，至少200-300块钱一晚上的美元啊。哎，所以它就免费了，看见没有？然后你买他的酒水，然后来参加，可以听他的这个，你看多好。嗯，哦，整个。它是下午就开始了，这旁边看就是那个已经摆好了哈，餐饮什么都有啊，自助餐什么的。它这买票多少钱一个人啊？然后提供那个舞蹈表演啊，哇，好漂亮！哦，看这紧接着外面啊，我来看看这里。各种各样的酒水哈，看这外面哈，紧挨着这个是游泳池，这游泳池好漂亮，看没有？这是这个希尔顿 Valley 独有的哈，只有这儿才有的 Valley， 看没有？这个是游泳池，这个水弄得很好，这个沙滩啊很浅哈，这小孩啊大人都可以在这儿游啊。这旁边还有游泳池，看这旁边配套的哈，你住到这儿的话，你看呢，这是配套的，这个里面呢为小孩的这个酒吧，小的游泳池这边还有，嗯，看配套的啊，小孩的游泳池，好多人是全家全家在这儿度假嘛，对，好多从这个。就是说冷的地方，基本都是从冷的地方，然后到热的地方来。哇，你看这好漂亮！哇，看这个池子，
紧接着挨到海边的哈，看到没有？那远处就是海边了。可以在这游泳，嗯，中间可能有点深，边上比较浅啊。然后那边就是停船的了嘛，停车场和停船的，嗯，哇，你看这个池子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游哈，你看直接连到我海边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我两边，这个池子旁边就是大海了嘛，哎。哦，这个有点像日本的那种房子，船，嗯，哇，好漂亮，这很浅的哈，这很浅的，很安全的，对小孩来讲话很安全的，嗯，哇，直接连到海边的啊，哎，这是大西洋，哎，直接连到大西洋的。那这旁边停车场，然后背后就是那个，停游船的地方了哈，游轮。哇，你看这全是高级饭店啊，这就是希尔顿 Valley 啊 ，Village， 希尔顿 Village。嗯。来，我们看哈，这儿是希尔顿的 Valley 啊，是最著名的这一个水，这个是一个游泳池哈，他们人造的，好漂亮哈。很浅，圆形的，好漂亮。嗯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儿游。看，主要是全家哈、啊，全家在这里游比较好。嗯，你看那背后啊，背后就是那个游轮啊，整个看一看这，好漂亮。嗯。嗯，这边就是你看，就连到大海了嘛。这边连到大海了，哇，夕阳无限好 ，sunset beautiful sunset 啊，哇，看，这是他们的这个外海滩哈、啊，看，这是希尔顿 Valley 的这个外海滩，嗯，就是连到这个 Waikiki Beach 这个 beach 的哈 ，Waikiki 海滩的哈，他那儿自己有个码头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属于希尔顿的码头啊。这儿也是叫希尔顿的这个海滩啊，整个都是，嗯，这个整个叫希尔顿 Valley 啊，嗯，好漂亮 ，so beautiful， 看一下，Beautiful sunset 啊，就是太平洋 Pacific Ocean 啊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海滩哈，这直接连到 VGG 海滩的，嗯，看，整个连到 VGG 海滩，哇，好多人在这儿游泳，嗯，它这里海很平的，而且很温暖哈，这水啊不冷。而且它很平，你看走到很深的话，它都是不是很深的啊，浪也不是太大，哎，非常适合游泳，哇，多好！这远处那个是钻头山嘛，你看威基海的从这边、啊、一直到那头钻头山山脚，很长的啊，这也是属于威基基哈，它这个叫希尔顿威基基哈，希尔顿威基基，哇，好漂亮 ，so beautiful。
美国的度假天堂哈，夏威夷真的是太美了，嗯 ，so beautiful。这是著名的 Waikiki Beach 啊 ，very famous， 嗯 ，Waikiki Beach， 看好多航海的 boat， 嗯。嗯，那远处就是游轮哈，游轮和轮船停靠处哈，也是这里 VGG 的那个，很多人有私人游轮的，他们要去停靠那旁边啊，在这里，然后他那里这个都是海边公园哈，这里这一大片就叫希尔顿 Valley 哈，有十几栋那个这个饭店，高级饭店哈。